大家好，我是豹纹电鱼，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WWE 2K16 世界摔角争霸赛。今天的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的惹人注目，那就是魔鬼凯恩回来了，魔鬼凯恩回来了。而今天他要打的就是赛斯的好哥们儿，赛斯的好兄弟，巨石强森。这一战，哇，这一战我无法形容，真的无法形容。凯恩，魔鬼凯恩出场，还是那么霸气，还是那么魔鬼从地狱中出来。凯恩啊，凯恩戴上面具，实力大增。魔鬼凯恩实力大增，要放炮了吗？霸气十足啊！好，那么现在是巨石强森出场。巨石强森，我们熟知的蝎子王，也是《速度与激情七》里的猛男。他在《速度与激情七》里边是当之无愧的猛男，高大壮，肌肉感强。但是在 WWE 的世界里边，他的身材只能算一般了，只能算一般了。在魔鬼凯恩面前，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魔鬼凯恩身高2米13。身高2米13，巨石强森身高才1米95吧，巨石强森身高也只有1米95。现在这个普通人里边和这个这个一些这个专业摔跤手面前，他算是块头大的了，但是在凯恩面前，尤其是魔鬼凯恩面前，这一战真的不好说了。双方马上就要开始较量了，两人马上就要开始较量了。去，走着。好，双方开始反击，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不分上下。The Rock making a move. 我靠！好，哎呀，魔鬼凯恩现在重拳打，重拳打。The Rock is under madness. Oh man, does he have that arm submission? 压巨石强森，压巨石强森。强森不行了吧？强森挺过来了，哇，反击了！其实强森速度还是占优势的，虽然他块头没有那个凯恩大，但是速度上还是占优势的。哇，现在对于魔鬼凯恩的状况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This match will have a lot of big moves. One question will be, who will capitalize on those moves? 从这个体型来看，魔鬼凯恩比巨石强森高了足足半头出去。哇，巨石强森也是很厉害，凯恩这么重，他也能给搬起来扛起来。哇，这么虐虐吧！哎呀，这么虐。这么虐魔鬼凯恩，哎呀！现在魔鬼凯恩属于被虐的状态，准备反击了吗？准备反击了，魔鬼凯恩反击了，冲天座！我靠！呀！巨石强森反击，
The Rock is just so confident in his game. 飓风人要虐吗？要虐凯恩吗？ Oh man, this is getting tough to watch. 哎呦啊！现在凯恩不占上风啊，不占优势啊，凯恩不占上优势。我一凯恩的现在的血已经很低了。已经很低了，哎呦，又踹！哇，看来摩肯现在真的不占优势了，力量已经没有了，力量已经没有了。就是强森现在处于猛攻阶段，猛攻阶段。这回摩肯危了，魔鬼肯危险了。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不忍心看，不忍心看。魔鬼凯恩，魔鬼凯恩居然能这边被虐，真的不忍心看了。魔鬼凯恩在人们心目中基本就是那种魔鬼般的那种无敌状态的那种感觉。当然了，他在蝎子王面前可能还是要稍差一些。蝎子王也不是吃素的。好，反击反击。哎呦，刚反击一下就又被强森给虐了，又被强森虐。好，这回来走了。踹，凯恩速度上还是稍微差一些，You know, it's hard to believe, but it looks like he still has some gas left in his tank. 哎呀，废了胳膊了，废了胳膊了，废掉了，废掉胳膊了。哇，又开始被反击。现在凯恩现在真的是血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强森还有那么多血。看来这一战。魔鬼凯恩凶多吉少了。我在视频前的各位网友们，各位看友们，各位 WWE 迷们，还有这个尤其是魔鬼凯恩的粉丝们，可能真的是痛哭流涕啊！现在因为看到魔鬼凯恩居然能这样被虐，肯定是非常的不爽了。好，凯恩这回小有反击，但是不知道能持续多久。哎呀，要打空拳，全被打空拳了。哎呀，魔鬼凯恩。你的恶魔的本质都去哪里了？哎呀，就这样被虐。哎呦，好，反击，哎呀，赶紧回到台上。挑衅一下，好，魔鬼凯恩现在终于发力了，发力了，狂踩狂踹。好，继续打。漂亮。刚才那一连环招式真的很漂亮。魔鬼凯恩回来了吗？他回来了吗？回来了。Oh man, there's the finisher. They're going for the cover. One,
不要紧，不要紧，再来，再来。哇，又来了。Whether you like him or not, you can't deny he is what he says he is. The most electrifying man in all of entertainment. And he has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fans that would agree. We're looking at paralyzing. Yeah. It won't take long to lose the use of that arm. Showing a great deal of faith. Oh, 重拳，重拳。打背了吗？刚刚还占有优势的这个血条占有优势的凯恩，不是血条占有优势的强森啊，在瞬间被凯恩这几下虐，瞬间那优势荡然无存了，瞬间荡然无存了。这就是 WWE 的一个悬念所在，到底谁能赢？现在真的，之前凯恩被虐长达那个那么长时间。长达这个五分钟，被虐长达五分钟，居然现在还挺着。凯恩又来了吗？凯恩又来了吗？凯恩又来了吗？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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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去！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一、二、三，赢了！魔鬼凯恩，魔鬼凯恩啊！魔鬼凯恩赢了，魔鬼凯恩击败了巨石强森，击败了巨石强森，击败了蝎子王。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大家收看这次比赛。那么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精彩赛事等着大家。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啊，我喜欢点赞，谢谢大家观看，我会随时更新的。